104年11月16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陈丽婷。新闻的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在原本红毛港的入口处，有一块路牌，是当地村民的精神指标，不过却在上个月被拆掉。市议员李顺进希望市府能够重建，让红毛港的村民重拾当年的回忆。市议员林益农在左南区调查监视器的装设，却发现98年以前安装的监视器能用的不到50%，希望市府能够积极管理。高雄市卫生局为了鼓励市民做好健康管理，养成健走的习惯，设计了一款健走 i 高雄 APP， 只要下载使用，累积健走距离最多的民众，可获得2000元的商品礼券。红毛港迁村之后，许多村民还是常常缅怀过去的生活。在村子口呢，有一块红毛港的路牌，虽然不大，却是大家熟悉的指标。不过在今年10月份已经被拆除了，让许多红毛港的村民是相当的不舍。市议员李顺进也建议市府重新设立，让村民能够找回曾经的回忆。曾经是红毛港的居民，大家立起了红毛港的路牌，系上黄丝带，怀念曾经居住的家园。虽然已经迁村，但是红毛港的回忆却一辈子难以忘怀。只是唯一在村子入口处标示着红毛港的路牌却遭到移除，让大家相当遗憾，因为回到故乡却已经看不到任何熟悉的指标。这个路标在这个今年的10月被拔掉哈，那居民都没有缅怀的机会。红毛港文化园区虽然一个文化园区，但是沦为观光的一个景点。那希望比照安平古堡能够建立一个精神指标，让我们缅怀红毛港的文化。随着旧有红毛港不断的开发，原本的居民们快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市议员李顺进希望市府能够新建简单的告示牌或者是牌楼，让大家都能够有缅怀过去的机会。乡民市民都在外面，回来到我们的地方，看到我们红毛港的这种精神指标被拔掉哈，我们的土地签了都被港务局用了，现在连我们村子也灭了，连我们的这个墓碑也给我们拔掉了，好，我的墓牌啊，刚搬掉去啊哈。这完全不甘了。为了找回曾经的故乡，红毛港的学生发起快闪活动，希望市府能够重视。虽然只是村子口一块小小的路牌，也没有占多少空间，不过现在拔掉之后，村民们却失去了那份熟悉以及回到家的感动。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市议员林益农在左南区调查监视器的装设，发现98年以前安装的监视器能用的居然不到50%，许多监视器也已经失去功能，却没有来修理，要求市府能够进行管理。而对于中油官场，目前争议不断，林益农也希望将来的规划能够纳入地方的声音。高雄市的路口监视器到底有多少只真正在运作？市议员林益农主动进行调查之后，发现民国98年以前安装的监视器故障率居然超过50%，挂在路口只有装饰的作用，市府却没有钱维修。我们发现说98年或者是更早期的这个妥善率可能不到50%，那不到50%的话，我们在维修的经费上是不是能够再做更充足的编列哈，让这些故障的监视器可以很快的去达到它的良率。明明路口有安装监视器，但是民众如果发生意外要调阅，却只会看到一团黑画面。议员林益农希望市府能够有效的管理。另外，面对中油五轻在年底关厂，油槽和土地的使用目前一直没有共识，林益农也盼望中央和地方能够密切的合作，让市府能够成立特别条例和额外的资金做完整的规划。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配合，同时也要有公民的参与跟监督，那必须要有一个将来的一个平台，是要有民意的这个基础，那中央跟地方做的决策才能够真的规划出中油这个厂区哈迁厂区真正的一个好的未来。造成相当多争议的高雄五轻熄灯之后，依旧有不少的问题，大家都希望对于后续的发展能够有充分的讨论和意见整合，让左南地区的未来更有前景。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为了把高雄观光推广出去，观光大使高雄雄今天来到了左营区莲池潭劲歌热舞，好友傻瓜鳄鱼和义大犀牛大义也不约而同前来力挺，三人逗趣的互动更让现场民众欢笑声不断，抢着要合影。
圆滚滚的身躯配上超卡哇伊大眼睛，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高雄最萌的观光大使不倒熊。这一次为了推广观光，特地来到左营的莲池潭，邀请市民们一同同欢。十只不倒熊齐聚莲潭劲歌热舞，还邀来有着高人气的义大犀牛吉祥物大义和傻笑鳄鱼站台，一同唱着观光主题曲《高雄碎啦》，逗趣互动更让现场的大小朋友们欢笑声不断，争相合影，甚至有民众为了一睹不倒熊的可爱身影，远从外地而来。现在要有个吉祥物在 PK 活动吗？啊，不知道，刚刚才知道。知道以后你会支持哪一个？啊，我。我喜欢他了。从今天起到18号，民众造访左营莲池潭，不仅可以看到萌指数爆表的不倒熊，还可以到脸书打卡按赞，获得限量版的手绘莲池潭地图，让市民们有得玩又有得拿。因为我们最近在打熊熊的知名度，所以做了蛮多它的周边商品，像帽子跟衣服。那因为在这边的询问度最高，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点。那这个点的日本客人很多，日本客人是对这种活动比较热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点，然后放了10只它的不倒熊。看准不倒熊的超高人气，高雄市观光局从今天开始贩售周边商品，让熊熊 T、熊熊帽成为港都最佳伴手礼，把高雄的观光推广出去。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下载健走 APP， 除了做运动消耗卡路里之外，还可以参加抽奖。到底是哪里有提供这么多的好康呢？原来是高雄市卫生局为了鼓励市民做好健康管理，只要下载健走爱高雄 APP， 每周累积健走距离最多的民众，最高还可以获得2000元的商品礼券。高雄现在也能做运动，只要下载健走爱高雄 APP， 除了可以记录下自己健走的情况之外，每周还有机会可以抽到2000元礼券。运动 APP 百百种，可以运动又能减好康，只要下载健走爱高雄就对了。桌面的健走程式就可以直接进入主画面。那我们的程式很简单，大家看到中间有一个播放键，只要按播放就是开始记录健走了。那可以看到这边呈现有时间、热量跟距离，运用 APP 记录起自己健走的情形，只要在完成会员登录，还能参加健走奖励活动，每周累计健走距离最远的前10名，还有机会获得最高2000元的商品礼券。已经有1000多位的民众下载了这个健走爱高雄的 APP， 那也有400多位的民众已经参加了这个竞赛的活动。那我们还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来下载，跟一起来参与。健走爱高雄 APP 除了记录距离，里头还有健走小尝试、大众距离排行榜等等。如果不知道去哪里健走比较好，还有提供高雄市各区域的健走地图。像文化中心啦，还有像美术馆周边的健走地图，甚至旧铁道文化园区的那个健走路线都可以在这里头查询得到。那有很多在学校的运动地图，我们也在往年有建制过很多学校的健走地图。卫福部也证实健走对健康有效益，而且相对不运动的民众来说，每日健走15分钟就能延长3年的寿命，让健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还能跟自己的健走同好一较高下抢礼券。港中新闻李佳龙、陈丽婷采访报道。林园曾经工业区林立，近年来市府的努力改造之后，已经有了相当不同的面貌。不过，市议员李雨婷在质询时表示，当地的湿地公园虽然相当有特色，却没有一条连外的道路，让许多游客根本找不到地方。另外，林园长期以来都有交通不便的困扰，希望市府能够重新重视。林园湿地公园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倒立水母，每逢假日总是吸引相当多的人潮。不过有去过的民众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湿地公园到底要怎么走？因为没有大路直达，必须弯来弯去穿越许多羊肠小径，没有当地人带路，要顺利找到湿地公园真的得靠运气。议员李雨婷在总质询时希望市府能够针对附近的道路做规划。如果要进入到这个湿地公园的话，它是要经过羊肠小径的，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呢，他们只知道有这个点，但是呢没有办法找进来。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市府这边呢，对这个连外道路的一个拓宽呢，一个征收这个动作，也希望能够尽快。另外，之前曾经传出高雄市的捷运将延伸到台南，这个消息引发许多林园人的讨论。毕竟林园的人口也不少，捷运的规划不应该重北轻南。
从我们林园如果说搭公车，然后再到小港坐捷运呢，到市区这一块我们就要花了足足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呢，林园高雄的捷运能够延伸到林园，未来能够延伸到林园，这当然是我们事先一定要规划。所以我在这里跟林园报告，我希望我今天如果民进党有机会再执政，希望他不要忽略高雄。市长陈菊也允诺，目前市府对于林园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只是碍于经费，捷运无法向南延伸，将来也会向中央争取，让高雄市的捷运网路更加的绵密。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我只希望我的孙子能快乐的长大。两个月后，阿公肺癌走了。阿公的心愿正是许多弱势家庭父母的心愿。全台超过100,000名弱势家庭儿童放学后无人陪伴，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帮助弱势家庭的孩子平安喜乐长大。午安喜乐1919陪读计划。谢谢你。希望是面对另外一半的水控制，梦梦可以使逆来顺受，交往如此，约会如此，做家事嘛是如此啊。但是塞车就袂使随意控制，唔通急踏油门，唔通急踏档啊！把好行道路注意路况，卖分心。啊，搁有开车当中卖操作导航，正确操作爱车，幸福平安满分。爸爸，没有烟味，我好喜欢哦。老公，谢谢你，乖孙。阿公为你戒烟哦，无食烟身体嘛较健康，这才是我的理想情人。无烟无爱，为了爱，二代戒烟，请洽0800-636363，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对调比赛开始，高速公路注意好，快点对调爱康好，歪哥起床上唔好，塞里困。给市民一个宜居健康的城市，一直都是高雄市政府持续努力的方向。终于在上礼拜12号也获得了肯定，在卫福部举办的健康城市暨高龄友善城市的奖项评选当中，高雄市拿下了12项创新成果奖，其中卫生局呢就包办了4项，表现杰出。不管是鼓励妇女做乳房摄影，还是银发族的防跌倒计划，以及营造无烟环境等等，卫生局在这些政策推导方面都相当尽心尽力。这次获得全国各县市的创新成果奖，其中还包括了关怀药瘾者，包括了像女性的乳房摄影的一个推广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除了我们唤醒女性同胞对乳癌的重视之外，我们透过很多缜密的资源系统，让民众很方便的接受乳房摄影，然后有全方位的一个照护，鼓励妇女做乳房摄影检查，为的就是预防癌症病变。健康管理科还有居家老人防摔倒计划也同样很实用，还推出防跌倒运动教学影片。7 8 4 2 3 4 5 6 7 8 5 2，包括有一个行得稳的城市环境，住得安全的公共他的家庭环境，以及就是站得稳的一个强健体魄，这三个主轴来协助长辈。除此之外，关怀药瘾者以及创造无烟环境等等，卫生局也同样不遗余力。除了卫生局，高雄市各局处一共荣获了12项创新成果奖，像是公务局、捷运局，还有社会局等等。一个跨局处的一个整合，然后来提供比较能够体贴市民需要的一些相关的计划，包括卫生计划，包括其他的社会还有公务层面的计划。
那希望呢让高雄市的整个城市环境变得更友善。透过各局处的配合，共同打造宜居高雄的指标，未来高雄市也将会持续朝着健康暨高龄友善城市的理想迈进。不管是任何活动或宣导，还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一同参与，一起努力。港中新闻李佳龙、陈丽婷采访报道。高雄市左营区有一家从夜市起步的可丽饼店，业者从日本学习正规的可丽饼做法，在口味上进行些许的改良。柔软的可丽饼皮加上丰富的馅料，相当受到欢迎。现在更要进军中北部了，让更多人来品尝到日式可丽饼的美味。可丽饼中包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馅料，除了有一般人喜爱的香蕉奶油之外，还有鲔鱼生菜沙拉。不但食材新鲜，口感更是相当多元。从夜市发迹到经营店面，当年店长还曾经远赴日本，只为了学习正统的可丽饼做法。那在台湾，毕竟也没有人把它做得有声有色，那所以特别引进这一款日式可丽饼。要想要引进这一款，就必须去跟日本人学这一门技术。那特别把这个技术引进来，那教更多人做，那让更多人想就是吃到这一道美食，这样承袭日式制法的可丽饼，与我们平常吃到的香脆可丽饼感受相当不同。可别看好像只是把饼皮加上馅料卷起来，在分量和手法上都要经过相当的练习，才能让做出来的可丽饼就跟捧花一样的有型，非常的柔软，那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它的饼皮也很香，是布朗尼的部分，咬下去有脆脆的口感，是核桃，很好，然后很绵密，是。我觉得整个就是你在躺在棉花糖上面的感觉，好好吃哦，太好吃了，现在一直讲不出话来。因为它生菜非常的多，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吃到那个生菜的那个脆度。不管是哪一种口味，吃了都会让人竖起大拇指。虽然是依照日式的完整比例，不过为了迎合台湾的口味，还是做了小小修正，反而更受欢迎。想要吃正统的日式可丽饼，不用出国，其实在高雄就能够直接品尝。港中新闻综合报道。创立于民国68年的景武州掌中剧团，多年来推动布袋剧全民生活化，并进入校园带领许多小朋友参与多场的演出。团长自国小就对布袋戏着迷，投入剧团学艺，现在不但闻名全国，更积极借着教育传承来培养传统表演艺术的新秀。堪称是大高雄最有活力的布袋戏表演团体，每一出的剧情都相当生动有趣，还会加入许多时事或是真人的故事改编，取材相当多元。而在幕后带领的苏志荣老师，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接触布袋戏的表演。你要演布袋戏，不是说哦，咱那个讲话安尼就说，你必须要多多少少要读一点东西呀、啊，包括你我们以前就是三字经、大字经哦。千金破，涉世贤文。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吸收，那你就可以应用，变成自己的，然后发挥这样。布袋戏可不是单纯的表演而已，不管是故事情节的编排，还是口白，都需要对历史和经书有所了解。毕竟讲的都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当然，操作戏偶又是另一门功夫。伊就是做官嘛，嘿，哦，恁个状元，即咱从囡仔来看嘛，呾，即个状元，一顶帽啊，状元帽啊。伊状元出来，当然是省。伊讲着话真斯文，哦，十年寒窗勤读书，得中鼎甲天下知。万岁殿前赐御酒，后宫娘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苏老师除了推广布袋戏不遗余力，使更多的年轻族群了解，进而投入布袋戏的演出，也让布袋戏的文化得以不断传承。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来看港都生活讯息。
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起来关心。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到29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祝您事事顺心。我是陈丽婷，我们下次再会。这是我们的台湾，我们唯一的家。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浩劫，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羊毛出在羊身上，袂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若要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洗青菜唔能用水龙头直接冲，安尼做土净。耕田人员看田示范，磨水安用的耕种啊。使用节水标章的产品就可以轻松省水。大小企业一起节水，用行动来争取水资源。节约用水，在生活的每一天。很多坚持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我依然相信，坚持清廉，未来会更好。爱幸福，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小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上班族。他最大的梦想是买一栋房子，买一部车子。然后生两个小孩，再娶一个老婆。搞错了，是先娶老婆再生小孩啦。他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放假的时候呢，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开车出去玩。就在此时，他竟然忽略了一个小动作，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动作，却造成他的梦想瞬间破灭。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道上一辆货车掉落了一箱货物，小戴紧急转弯闪避，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啊，还好只是卡通。让我们重新来过，这都是后座没有系好安全带的后果。当初啊，有系安全带，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喽。他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放假的时候，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开车出去玩。就在此时，他竟然忽略了一个小动作。诶，不对，他没有忘记要系好安全带哦。就是这样，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并斜向通过胸前，且应置于手臂上方。国小的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缠绕颈部。孕妇使用安全带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以免紧急刹车或撞击的时候伤害腹中的胎儿哦。现实生活可是不能擦掉重来的哦。根据交通部统计，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千万别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哦。大家一起来，前座提醒后座一起系上安全带，安全带的新幸福紧紧系住，全家福，高公举关心您哦。